啊，我们修行，佛只教我们摄善，摄善展开在小乘阿罗汉三千位一十条，变成三千条。大乘菩萨更殊胜，把它展开为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归纳就是十善。啊，十善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不能小看它了。啊，佛光当中显示的，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我们看许多画的佛像，画的佛像啊，头部有个圆光，画一个圆光，圆光上面呢写了三个字，一般是梵文，啊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用中国文字写的，发音相同，嗡啊吽。啊，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分配在身口意，嗡是身意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；阿是口意，不妄语。不念是不其余不我口，哄是意业，不贪不痴不嗔。啊，佛圆光顶上这三个字就表发表显，十善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十善圆满是一切善法圆满，啊，展开为八万四千，再扩大就无量善法，啊，无量无边善法归纳起来就这十条。啊，佛经里面用这个方法用得很多。啊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他的意思。